2023款50铃木游侠 3.0T 柴油版终于回归。今天我们来看2023款50铃全新一代木游侠，一款七座的硬派越野 SUV。 上一代的外观一般人很难欣赏那种美感，这次的换代更新就不一样了，全新的外观设计看起来帅气十足。视频中这辆车是运动版，相对于普通版多了很多运动套件，整个车子开起来是很轻盈轻快，你不会感觉它是一个近三吨的车子。这台运动版的座椅选装的5+2，内装空间上由于这次车身宽度加宽了，内饰空间很充足，所有座椅可以全部放倒平铺，就是一张三人大床，能够满足日常家用和户外露营的需求。所有车型都标配电动感应后尾门，电动尾门自动升起的高度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调节。运动版动力上搭载 3.0T 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、四驱系统加三把差速锁，保留了之前的非承载式车身结构，当然也是有 1.9T 柴油和 2.0T 汽油动力 3.0T 的综合性能，相当不错，上山下海难不倒它。咱们下期再见。